其实少不了我。哎，男人不醉，女人没机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千惠的酒量比你好，很难灌醉，只有让你自己喝醉一点，才能让她捡尸啊。吴子翰，我是说让千惠照顾你。等一下结束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会把曼柔先带开，让你们两个人独处。这个时候，就算你没有很醉，也要装作很醉的样子，让千惠送你回家。哎，这是第一步哦。吴大哥，怎么了？我有点醉，可以麻烦你送我回家吗？好，我叫计程车。谢谢。让他叫计程车啊，叫计程车就没戏了。你呀，要带他去隐秘的地方，好好的演一场戏，知道吗？我的手机。先别关手机。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去隐秘的地方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你要躲隐秘都可以了，那我们就往伟大隐秘的地方出发吧。等等，大哥，如果千惠愿意跟你到暗暗的地方，那就代表他已经准备好要把他自己奉献给你了。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步，亲他。这么直接，亲他。千惠，吴大哥，不好啊，这边人那么多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哎。这个叫借酒行凶，哎，拜托，这很不尊重女性。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会对千惠做出这种事。OK， 那你就用尊重又不失礼貌的方式问她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如果她没拒绝，你就狠狠给她亲下去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第三步骤了，你用你那个深情的眼神、温柔的口吻，问她说：“今晚不回家，可以吗？”回家是要去哪？哎，我是建议哦，你可以去他上班的那个饭店，反正他是员工，一定有折扣嘛，还可以帮你省钱。开房间哦。如果他连这件事都没有拒绝，我是觉得哦，你们就可以准备婚礼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晚上，然后搞定三步？那当然。哎呦，不用再考虑了啦，真是下流的恶魔。哦，谢谢夸奖哦。没在夸奖你。来，我们继续啊！杯，大哥，这杯我敬你，干杯啊！干杯！这一杯敬大哥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换我了。弟妹及你，弟妹都要干掉了，都干杯！我大哥应该醉了啦，我们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我跳舞。是不是跟你平常看到的很不一样？我之前以为你大哥就只是一个茶头，
没想到哇，跳起舞那么灵活。而且重点是，他喝醉酒了，那比平常好起太多，是不是？大哥，千惠在称赞你卡哇伊哟。千惠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对你借酒行凶的。认错人，我不是千惠啦。千惠，我大哥喝醉了啊，但我等一下还有事要去曼荣家找他爸妈，所以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大哥回家？地址等一下我发给你，我怕他喝太醉，那个地址念不出来。让千惠，不是你比较安全啦。哦，小心喝醉啦。我教你个三步骤。恶魔，站好站好，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，千惠都交给你了啊，交给你喽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。大哥很好，继续保持。路上小心啊！我觉得今天非常的成功，他们的关系应该会更进一步。我是希望三步走一次到位。哪三步走？没有啦，老婆，我们要不要去看场电影？你不是说要回我爸妈家？哎呦，那是给大哥制造机会的借口。好啦，我们很久没有一起看电影了。好啦，我下班吧。走。哎，电视社讲要12点嘛，囡仔哪还袂回来哈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阿兄你也做伙出门的，你免烦恼啦。这暗晚哪有人来？囡仔都有啥锁匙，咱家己开门去看啥？囡仔。哎呦，子良啊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子啊？那追赶你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。嘿，阿贤啊，哇，那个身躯拢臭酒味啦。啊。哎。哎。哎。你要紧无啊？安那？无代志啦，我来抓一个。哎呀，你哦。你莫搞错，起来点头。哎呀！行了，来。明白。不好意思，让吴大哥喝这么醉。哦，伯父伯母好，我是千惠。其实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呐，还让你送子良回来。没事没事，就顺路而已，我家里这边也不远。子翰跟曼柔嘞？对啊。他们说有事情要回曼柔家一趟。要不要喝杯茶，还是吃个水果？不用了不用了，因为今天时间有点晚，我明天还要早起上班，下次吧。下次一点再来哦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伯父伯母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记得千惠啦，水呢，啊，我超有礼貌呢，够火气人，你看，知影子良你摆遐尔醉哦，我专工甲送倒来。我生眼光嘛袂歹呢，对不？反正咱兜要搁办喜事，赞赞赞，哇，双喜临门。